打一束束小米入仓庆祝丰收，嘎纳嘎纳姆一年当中重要的祭典米贡祭，今年搭上重建的男子聚会所扎克勒揭牌，一起举办。4个月的时间，终于让扎克勒的正面朝向圣山藤包山。齐老感动表示，这也让今年的米贡祭特别不一样。迁移到这个地方，是面对我们的圣山，所以。我们每一位都心情特别特别的高兴，希望这个新的祭坛，要就是带给嘎纳嘎纳布更多更多的祝福。参与青年也表示，祭典伴随着扎克勒揭牌，也是告诉年轻的一辈扎克勒对嘎纳嘎纳布的重要性。 今天来参加我们米贡祭这个祭典，然后也看到很多年轻人能够回来，我们纳玛夏这边，然后我们是特别的开心。我觉得就是有一种亲戚像的感觉，有一种我们望着圣山，然后圣山也望着我们的感觉，那是我们来自那边。族人在扎克勒前手牵手吟唱歌谣，在这天感谢上天，各家欢乐团聚，族人互相勤勉。 让嘎纳嘎纳布的文化精神完整呈现。人新闻老报纸高雄纳玛夏采访报道。